Hello，Hello，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 RD，Welcome to my vlog。今天是星期日，周末，然后出来喝杯咖啡，就在这里。哒啦，OMG 的咖啡，Omega 咖啡，然后这就是它的环境。带你去看一看，这里是看起来像是住家室，然后改成咖啡屋的，那上面就看起来像住家。哇，下午太阳好大。叫了杯绿茶，茶条，哈西帕把卢素五泰铢帮他们宣传吧，拍拍四周围的环境。当然，女主角也是要拍照嘛，对不对？打卡。这家咖啡店是可以说是刚刚开这几个月而已，蛮新的，不会开了很久。然后停车也很容易，免费停车，而且咖啡的价钱便宜，价钱相当亲切。我发现到泰国的咖啡很大自然，very nature。怎么说呢？我带你们看看，树。而且树很漂亮，看，就是在四周围做点装修，不止树，花花草草都有，仙人掌之类都有，很漂亮。你看各种各样的树，各种各样的树都有。这种叶子蛮奇怪的，三角形的叶子。老实说，好多树，真的感觉起来就好像在大自然咖啡厅里。对不对？各种各样的树，看花花草草。菠萝树都有，对不对？看，而且里面还有特别的，这个应该是。我们外人不能进去吧？哦，里面还有很多。这些应该感觉上应该会比较贵的吧？这些树。对对对，感觉上比较贵的这些。好多植物哦，真的太多了，这。还有一大片的空地，真的还有种菜。所以我就时常说，泰国人在泰国
他们要做啥都可以，因为他们有地，他们有的是地，要来养牛、养羊、养水牛、种花、种草、种咖啡都可以，没问题。都怎么说呢？他们有的是地，他们不缺，明白吗？所以，老实说，泰国人真的好幸福，真的好幸福。地太多太大了。Hello Hello， 晚上好，朋友们。现在差不多要凌晨，然后肚子有点饿，所以来附近的711，哒哒哒，来附近的711买点宵夜吃。走，我们这一集开箱711的宵夜。吃什么？走。宵夜，开箱，开箱，哒哒，好，来开箱试吃，算宵夜吧。OK， 第一个这个是。你吃来那个 custard cake， custard 对，custard， 满满的 custard， 这个是 easy brand 的 ，ezy easy brand 的这些啊，待会对，这个 easy taste 是这个品牌的，只有711有。满满的 feeling custard， 好，我先试一口。很软，然后不会太甜，而且这些当你买的时候，它会用另外，它不是用 microwave， 它是用另外一种，叫什么名字？那个东西我也忘记了。它是用那个来夹的，烤，大概要等差不多五分钟时间就好了。不错，好，下一个，好吧，就这个了。这个是新的 Easy Taste Ham and Bacon。Garlic bread， ham and bacon garlic bread。好，我先试看这个，这个我也是第一次。麦香不错，它的 garlic 味道蛮重的，喜欢蒜的人 ，garlic 的人可以试看。然后这个是里面的 filling。蛮多的 ，OK，
面包也是蛮软的。好，我先试一口。不错，好吃，满满的 filling，它的料是满满的。好，下一个，这个是 stick cheese，这个是 stick cheese，喜欢吃芝士的朋友可以买来吃，满满的 cheese 香味。来，宵夜吃寿司，Easy Go。好，来我们宵夜吃寿司。这个不错吃，这个真的。别看它外向普普通通，可是吃起来，它给你那个橙汁的口味，很鲜甜，不会太甜，刚刚好，就是适合比较适合不太喜欢吃太甜的朋友们、观众们，这个真的不错。这个面包看到吗？这个牌子，还有这个蛋糕的牌子，都是一样的，只有711有，而且他们家做的面包真的很好吃，不只是这些口味，他们还有另外一种口味，别种口味，香肠、ham 之类、bacon 都有，他们就是专做面包的，而且他们家做的面包真的是我本身。超爱吃他们家的面包，真的！我每次去到711，我一定会去找他们家的面包来吃。很软，他的面包真的是很软，不会像你买的那种面包十泰铢、20泰铢硬硬。可是这个价钱，20泰铢面包真的是很软，我没骗你的，我超爱他们家的面包，你理吗？你理吗？没有骗你的，真的。来到了711，泰国711的朋友们。可以去买来试试看，真的很好吃。记得这一家，这一家的面包超推荐。好来，美记，嗨。吃不完了。还有 butter cake，还有 yogurt，
还有 butter bun， 还有一个烧，还有一个寿司，寿司，还有面包。真的很抱歉，很抱歉，对不起，开箱开不完，因为吃的太饱了，没办法吃得完，所以这一些要留明天开箱。好，今天711-7-Eleven 宵夜开箱就到此为止。我们希望你会喜欢这支影片，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